一堆巨变。最后一棒的活动，只要你在虾皮消费，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特丽屋的50万居家改造，就是先替我们一居边装修他的房间。我赚到，对，真的赚到，来到这个特丽屋的装修设计中心。这是我房间，好闷哦。算蛮干净的吧。其实我觉得我房间蛮大的，但就是有一些层板是已经定好，我就自己买了桌子跟书柜。但是我就后来就发现很多东西没地方放，我就只能洗澡的时候才可以躺在床上玩，就想要有一个小沙发可以直接就是爽爽的坐在那边，然后我可以不用那么早就去洗澡。所以你的第一个需求是在这个这么窄小的房间里面再营造出一个舒适的空间，可以让你躺在上面发懒。然后旁边有一面窗，整个后面也有一面窗，我每次都会被太阳晒醒。我们这样看到一些壁癌的部分，严重壁癌，那这就是影响健康的是一个要素。全部粒子就飞在空气中，怎么会有健康呢？难怪我每次早上起床，或者是晚上要睡觉前，我过敏就特别严重。这部分来讲，我们可以用油漆的工种，才不会有这种壁癌的现象发生。那第二个是睡眠品质的影响，就是说像床框建议就一片从头到尾，它中间就不会有光线。地砖的部分还喜欢吗？爱的。一个耐磨地方，要整个先把自己打掉。不用，因为考量到这个房子是动工的，所以我们直接铺上去就可以。刚刚因为有听到你说，你还会很多过敏，也有一些收纳上的困扰，所以你的脸上也都会有一些过敏的。对，好啦，我先通了这三个困扰，然后我回去以后，我会再挑选一些品牌之间的商品，就是免费送给我们家居边，来帮你解决你这些生活上的困扰。然后我们的居家的装潢跟空间上的困扰，我们就交给特丽屋的管理师来帮我们处理咯。从左至右的正规格，比方说，太先进了，就是那个光传出这个空间的大小，它是308公分。这所有的咨询跟丈量的服务，就是全部都是免费的。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去特丽屋喽，耶！转眼间，我们还来到油漆区。我们有很大的调色中心啊，5分钟就能调配出他喜爱的颜色。一群这边有喜欢哪一个颜色吗？干净的，好白色的。想要一些白色、米色比较好像干净颜色，就像玫瑰白白的吧。那我们就到第二站是地板的专区。好 ，Go。来到了我们第二站地板专区，义军家里又有养小橘猫，所以推荐有一些防尘静音垫，那它也不怕刮，好适合家里有养宠物，对啊，就不会损坏到原先的地面。对，要拿掉就整个拆掉，没错。我喜欢这个，就是它了。好，那我们就去下一站窗帘第三站。好，窗帘。跟有没有喜欢哪一个布料？其实我刚刚有看到，我觉得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 OK， 我相信深深的选择，那我们就选这个哦。好快，我们已经挑完了，我们这也不用做其他事，不用，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剩下就你会处理。好轻松哦。那我们要去偷偷逛其他想要的东西。好，拜拜，拜拜。因为待会油漆师傅们就要来了，所以我要先把后面这片墙先全部拆掉，让他们比较好作业。家具会包起来，就是做油漆有喷溅的话，就不会喷到家具。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室友的房间里面，没有出来过，完全不用动手。然后等一下，这些东西，特丽屋的师傅们也会帮我全部回归原状，赞。这个白已经让你在这个阳光下有种完美感了，对吗？而且师傅连外面客厅都帮我们加，你真的不要脸哎！由此可见，他们的服务就是那么的好。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木头地板，期待成果。它有一块正方形的灰尘，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现在地板做好，要来做墙壁层板。耶，层板完成。接下来我就要把我的东西一点一点放去上面。
的改造过后心得感想，看起来视觉上房间空间大蛮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后面的窗帘，它是有依据你冷气的那个 size 它的长宽，然后去裁了一个洞出来，然后是可以客制化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的话，其实你可以跟你的管理师说。然后还有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坐的地方前面就是一台电视，所以我可以生放的在这里看电视。他们来每一个人就是蛮有礼貌的，会帮你把所有的家具啊包得好好，有需要移动的东西他也会先告诉你。而且施工是真的非常干净。换改造完以后，这么漂亮的房间之外呢，我们还是有一些评论依据的商品是这个挂烫机。因为我看你房间那么乱，感觉你就是算蛮干净的吧？感觉你就是那种衣服会让欧美轮丢的人。还好吧，现在还好。非常需要一台这一个，这还是飞利浦，这是品牌旗舰店的哦，就是我们保证真品。那第二个就是。Dyson 吸尘器，你真是大赚到哎！这台那么贵，我们也送给你。再来，当然了，理肤保水全部清爽防晒液，然后还有这一款是 B5 修复霜，它就是号称万用霜。这一台是空气清净机，过敏的人就是一定要有一台空气清净机啊！你又养宠物，综合起来就是这一台。今天有提供非常多的家电给宜居，那如果呢，你也想要获得就是这么棒的居家改造体验？那你一定不能错过618的活动，活动时间在6月1号的00点起到6月18号的23点59分起，抽奖奖项是特丽屋居家改造装修金50万元。我们这样其实用了不到1/10，所以其实50万你可以改造的地方真的是一整个家。你只要做到2件事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活动期间来到我们的活动页，按一个按钮就是来签到，加上呢，你可以关注任何一个虾皮商城品牌旗舰店。你签到的次数跟关注的店数越多，中奖几率越大。太简单了，所以这段时间每天都要记得去签到。好，那最后的最后呢，简单告诉大家一下案情：品牌旗舰店全面6折起，1万补贴保证便宜，然后还有一个天地万间大店99免运，就有很多限定店家都可以享有99免运的优惠。好，再一次感谢特